这个独栋的大客厅漂亮吧，才60多万。咱们呢接着昨天的视频来看位于洛杉矶安大略的这个实惠的独栋楼盘。昨天呢看了三房的户型，还有社区里的泳池公园等设施。今天咱们来看这个，这里呢就是这个房子的院子。小院子不大，中规中矩。这个穿过一楼的大客厅呢，咱们走到这边，这边是车库和半个卫生间。现在呢咱们上到二楼。二楼呢一共是4间卧室，整个房子呢是1800多尺，四房加二楼的这样的一个客厅，所以一楼二楼都是有客厅的。而且呢卧室里都是有这种大窗户的，可以让更多的阳光进来。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现在呢咱们过去看它的另外的一间次卧，这个是公共的卫生间，这里呢是一个次卧，你可以把它用来做办公室。现在呢咱们来到了它的大主卧，你看这主卧有多少扇窗。主卧里面呢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另外呢在前面的那个是衣橱。这样两层四房的独栋呢还有双客厅带一个小院子，仅仅60多万，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当然了这里也有它的不足，比如说地税高一些，学区一般，这个大家综合来权衡了。更多的问题呢可以单独来问我或者看我的朋友圈，谢谢。